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有一班北上自强号列车，以8公尺每秒的车速，等速接近隧道，假设这个是隧道，司机按鸣喇叭，10秒后，司机听到由山壁传回来的回声，我就说声音过去以后碰到这个隧道，然后传回来的话10秒，因为呢10秒以后，它也是有前进了，前进多少呢？前进80公尺嘛。也就是说，司机在这里听到了，那声音的话呢，去再回来嘛，在这里听到。好，那他说呢，当时的气温是15度C 啊，那当时的气温15度C 的话，当时的这个声速多少？声速我们叫大 V 好了，大 V 有公式。331啊，加0.6T 啊，这是15嘛，一乘是9了，所以这是340公尺每秒，这声速。好，那声音呢？走过去再走回来了。好，那他现在问什么呢？问说火车则当司机按喇叭时，火车与隧道的距离，这个距离啊。他问这个距离第一次等于多少？那声音走多长的距离？过去再回来，也就是说这样是10秒，10秒的话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那个声音走的距离就是 d，加多少？加这一段嘛，这一段就是 d 减掉80，加 d 减80，除以多少？除以那个声速340，这是10秒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多少呢？3400移过来加上80等于2D 那是多少？这个是3480。好，那 D 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212嘛，2744，24的8。1740，所以这一题应该要选 C 这是第一小题。再我们看第二小题第二小题他说当火车远离隧道，火车远离隧道，V 等于80等于8了。司机于隧道830公尺的地方，这个时候这个司机是830公尺的地方嘛？然后呢，这个再次按喇叭，这个时候按喇叭，按喇叭以后这个声音就走过来了嘛。走过来以后，然后呢，经过呢 T 秒以后，这个车子就跑到这里来。所以声音的话，走多少距离呢？他是问说要经过几秒才能听到火车后方传来的声音呢？好，那呢，走这段距离的话呢是多少？车子啊，火车走这段距离就是8T 嘛。假设火车从这里走到这里时间是 T 嘛，那就是8T。走到这里的时候刚好听到声音嘛，那声音走多少距离呢？这样子。所以呢，第二小题的话是是 T 等于多少？这个是声音走的距离，就是830加830嘛，830乘以2，加多少？加8T 除以呢声速，声速340，就是说他听到的时间，就鸣喇叭以后，经过一段时间听到声音的时间了。好，那这样一乘的话呢，这个是340嘛，340T 减 8T 嘛，减 8T，这个等于830乘2嘛。当然除过来的话，T 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332嘛，830乘2。那这个好像是五啦，这约分2121嘛，二一二二六十二二六十二嘛，
然后能不能整除？830除166，我看看，5630记3嘛，5630记3，5×5=8嘛，刚好整除了，所以5秒了。经过5秒以后，火车呢会听到回声，所以这一题哈，应该要选多少呢？应该要选 A 了，再经过5秒。